八十。我遐是无电雷啦。够啊够啊，管他嘞。我不要看视线卡了。上右转。看，看看啊。啊，这消毒药水呢？沙威龙。沙威龙是咧泡茶。洗身躯诶。泡茶啊。嗯，啊遐久啊，你早。无咧用啊呐。嘿啊。无咧用，我是讲来泡，我来买迄个。应该拢。较早时拢来买迄个。有咧泡澡的，看伊，他才有咧泡澡的。哎，伊当时咧订，他早时来做伊。嘿啊，你遐你泡澡嘛是爱遐过来订的。对啊，现在时来去洗个浴缸，伊咧创啥？新潮。啊无，热水炉伫遐，热水炉洗躯伫这边，啊遐设一个迄落浴缸，啊伫遐灌水来。订遐。啊，较早有一大灶遐，一鼎就有啊啦。大灶拆咸只，你做迄间啊，本来就是大灶啊。无啊。你怎么讲大灶？没有大灶，就是即马洗衫机迄个驾驶楼遐。甘咪位？嘿，就是伫遐。做两行嘞哦。我会记大灶拆遐，做间啊。安尼。甲做间啊，敢毋是？会间啊，我去过啊。啊，会间啊，本来就做水台底吼。哎呀，会间啊，本来就有，啊，遐本来一个大饼啊。我这你敢捌煮过？听查你敢要做对？我唔捌，迄、那个我当年也唔捌做对。我当年我过去就有驾驶楼啊，迄、那个就无咧用啊。我最记无啊，迄间厝起起来就无大灶咯啊。有。大灶伫迄间点仔咧困的即间咧。是。就是伫遐。我会记咯，哎我。无讲遮大个啦，不是用咱个。大大。嘿，有一个大大。他妈顶下尔吗？啊？他妈顶下尔吗？我那一个鼎嘞啊，鼎的哦，啊，迄个鼎不是像，鼎就是大灶咯，对啊，不是像你这面刀讲安这大个，对啊，鼎就是地形差的啊，嘿，差不多安尼，鼎地形差的，我记还佫有，啊，但是我唔捌用着迄，啊，但是我，以前三百，嗯，还无当时拆的，我唔知啊，我以前，啊，无佫倒拆起来啊，三百时阵，啊，敢有可能百应该拆？无可能吧？三百是准备去做迄啊？捌去伫这边到三百，伊会讲叫我提起遐三啦，去三啦。过年时啊，三大家嘿，人做迄三安尼啦。迄个大鼎，迄个算大鼎。大鼎拢用迄个三叶、三猪肉、三鸡肉，嘿，啊做成迄三，是说有高汤炖。解是卖，转去卖副煮饭，因还袂妈买菜，还袂到，啊，一下先去甲因借一个苹果，先煮饭。